蜜道无真的能认主吗？一直想测试下大哥是不是真的很爱我，于是我找了两个人帮忙测试下。其实不用测试也知道，你看他多爱我，一刻都离不开我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我的怀抱。找个他没见过的陌生人测试下，看他会不会迫不及待回到我身边。大哥好像有点蒙圈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妈妈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为什么不来接我？大哥快过来呀，别怕，我会接住你的。妈妈，我来了。顺便测试下仔仔，貌似仔仔也挺认我的，再来一遍试试。